Let's go， 大家午安。今天又是换我巧克力老师要讲故事，今天要讲这个，我觉得很好笑的故事书，超神奇牙膏。首先要看这个封面，头条新闻，头条新闻，超神奇牙膏，街头巷尾热销中，就是这个。看神奇牙膏到底有多神奇哦，还有一个很好笑，主播猪排饭，这个也很好笑，主播是猪排饭呢，哎，这已经有暗示了，我们赶快开始来看，超神奇牙膏。首先，小朋友说，这个哥哥说，我最讨厌刷牙了，因为好麻烦哦，而且牙膏辣辣的，舌头都会刺刺的。哎呦，妈妈，我觉得要是有很好吃的牙膏，那该有多好啊！很好吃的牙膏，那是什么？但是巧克力老师小时候也不喜欢刷牙，因为辣辣的牙膏。有一天，我跟妈妈去大卖场买东西，她就看到了，哇，超神奇牙膏哎，而且是苹果的口味的耶！我最喜欢苹果了，他立刻就问妈妈：“妈妈，我可以买这个这条苹果口味的牙膏吗？”妈妈就说：“可以啊，你自己拿。”就在妈妈买苹果牙膏给我的那天晚上，他就用了这个苹果牙膏。可是这个超神奇牙膏这里有特别的写哦，苹果口味很香哦，不过要小心哦，嘻嘻嘻嘻嘻，超神奇怪侠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晚餐吃完超好吃的咖喱饭之后，挤啊挤，挤啊挤，我在牙膏牙刷上面挤了满满的苹果口味的牙膏，东刷刷，西刷刷，左刷刷，右刷刷，上刷刷，下刷刷，前刷刷，后刷刷。没想到刷得正高兴的时候，嘣！哎呦喂啊！我变成苹果头啦！啊？怎么会这样？还好，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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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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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刷完牙，哎呀呀，哎呀呀，还好，还好，还好，哦。变回原来的样子了，哦，还好，还好，还好。隔天，我跟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去大卖场买东西，换妹妹发现了，妹妹说：“妈妈是香蕉口味的牙膏哎。”妈妈，妹妹最喜欢香蕉了。就在妹妹拜托妈妈买香蕉口味牙膏的那天晚上，你看超神奇牙膏，香蕉口味。而且怪侠躲在这里偷笑，好好笑，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晚餐吃完超好吃的意大利面之后，挤啊挤，挤啊挤，我和妹妹在牙刷上挤了满满的香蕉口味的牙膏，东刷刷，西刷刷，左刷刷，右刷刷，上刷刷，下刷刷，前刷刷牙，后刷刷。没想到咕噜咕噜噜满嘴的泡泡的时候，嘣！哎呀，妹妹跟我都变成香蕉头了啦！可是，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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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还好呸完的时候呢，刷完牙，哎呀呀，他们就变回原来的牙。妹妹跟我都吓了一大跳。又隔了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和妹妹一起去大卖场买东西。我们全家发现了，又来了超神奇牙膏，然后爸爸就说：“这个是蛋糕口味的牙膏啊，太帅了！”我爸爸妈妈和妹妹都最喜欢蛋糕了，我们就买了蛋糕口味的牙膏。怪侠在哪里？偷偷找一下，在这里。他们带回去的那天晚上，晚餐是吃纳豆和豆腐味噌汤，
吃完饭后挤啊挤啊挤，挤啊挤啊挤，我跟爸爸妈妈妹妹在牙膏上挤了满满的我们最喜欢的蛋糕口味的牙膏哦，东刷刷西刷刷，上刷刷下刷刷，左刷刷右刷刷，前刷刷后刷刷，没想到咕噜咕噜咕噜，全部都是泡泡声，嘣！哎呀，我们全家都变成了蛋糕头了啦。我是草莓蛋糕，妈妈是 cheese 蛋糕，爸爸是巧克力蛋糕，我妹妹变成布朗栗子蒙布朗蛋糕了啦！哎呀 ，My God， 太夸张了吧！更惨的是，咕噜咕噜呸之后呢，这一次没有变回来。隔天，爸爸就只好顶着巧克力蛋糕头去上班。妈妈跟妹妹呢，就顶着 cheese 蛋糕跟蒙布朗栗子蛋糕头说：“小心出门，赶快去吧。”妹妹也只好去了。我呢，也只好顶着我的草莓蛋糕头去幼稚园了。正当我无精打采的走在路上的时候，发现啊，不会吧？早安呢，隔壁的大姐姐居然变成了鲔鱼寿司头，太夸张了。然后后面住在后面的那个阿贝啊，变成了那个啤酒头了。阿贝还说：“哦呼呼，啤酒口味的牙膏真是太棒了！”当我到了幼稚园的时候，哎呦 ，My God！ 小龙变成了橘子头，慧慧变成了双麒麟头，小拓变成了鲷鱼烧头，小正变成了凤梨头，晶晶变成小泡芙头，而我们的老师嘞，老师变成了布丁头。天哪，大家都用了超神奇牙膏啦，怎么都是好好吃的东西呀 ？My God！ 然后那个怪侠在哪里？你们有看到吗？他一直在偷笑偷看大家，在这里又来了，他一直偷看又偷笑。可是啊，荡秋千的时候啊，我顶着这个草莓蛋糕头很难坐到秋千上呢。我的好朋友慧慧更倒霉，他的双麒麟啊差一点就要掉下来了啦。然后爬格子的栏杆也变得很困难，比如小拓头上的鱼尾巴一不小心呐、就卡在格子里，这鲷鱼烧，天哪，怎么爬呀？晚上我们全家看新闻的时候，顶着猪排饭头上的主播报道，果然是猪排饭，他说我零八超播一则新闻：使用神奇牙膏之后，全世界的人都会变成了苹果、香蕉、蛋糕、布丁、咖喱、啤酒，还有橘子。不得了的事情正在发生啊！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一阵奇奇怪怪的笑声，嘿嘿嘿嘿嘿嘿嘿，超神奇变身！嘿嘿嘿嘿嘿，大家好，我就是鼎鼎大名的超神奇怪侠，超神奇，超神奇，超神奇！大家都用了超神奇牙膏，真是太感谢啦！可是已经全部都销售一空了，今天起请用回一般的牙膏哦，嘿嘿嘿嘿嘿，然后你们就可以。隔天。大家都换回一般牙膏之后，爸爸妈妈还有邻居的大姐姐还有妹妹还有隔壁的阿伯，大家都变回来了，啤酒罐子啦，还有大姐姐啦，还有我的爸爸啦，他们一家蛋糕一家啦，全部都变回来了。幼稚园的小朋友和有没有布丁老师，也全世界的人，全幼稚园的小朋友也都变回来了。于是，从此以后，我就用一般的牙膏刷牙啦。然后舌头会虽然有点刺刺的、辣辣的，但是我没有再怕。而且啊，我已经受够了超神奇牙膏啦！蛋糕头实在太麻烦了，嘿嘿嘿嘿嘿，我还是用一般牙膏就好喽。哦哦，这个小狗狗它在舔牙膏，待会小狗狗会变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超生气牙膏。所以这后面有写哦，这个怪侠说，一切就交给我神奇怪侠吧。有了超神奇牙膏，那刷牙就会变成超好吃、超有趣、超神奇。只要小心，它有神奇的副作用哦。哦哦，你看，小狗狗啊，它舔了橘子口味的牙膏，狗狗变什么？橘子头。这也太好笑了吧！那如果是你呢？巧克力老师也很想体验看看。那我想想看，如果我要用超级神奇牙膏，我要用什么口味？我想要用炸虾，因为巧克力老师很喜欢吃炸虾，有炸虾口味的超神奇牙膏，我也好想要来一条。然后刷刷刷刷刷，就嘣，直接变一只炸虾，一定很酷吧？好吧，如果你想变什么，很想告诉我，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今天故事讲到这里，拜拜。